广州广播电视台拟推出国际传播 4K 超高清精品节目，从湾区出发，拟名节目计划邀请海外华人华侨青年走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内地城市，以他们的视角展示国家高质量发展步伐与成果。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节目专项研讨会上，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秦玉明、暨南大学广电系主任王玉伟、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主任李俊良、香港电台顾问何崇恩、香港著名导演高志森等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围绕节目创意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该节目将于近期开机，力求真实呈现主人公的所见所感，通过展示国家文化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源动力，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